星辰陨落满天，拱手一轮残月，离人最后一面，诉着心头冤屈。登峰造极之时，已是破釜之日，尔等笑我一生情痴。风停留残月，助我扫平这风雪，七星何时现，助我羽化而当先，心术已坚决，任凭狂沙的肆虐，佛灭影千年，来助这一生之间。星辰陨落满天，拱手一轮残月，离人最后一面，诉着心头冤屈。登峰造极之时，已是破釜之日，尔等笑我一生情痴。那这样吧，我回头帮你找找。不用回头，就现在吧。现在？好吧，那我试试啊。嗯，小心一点。哦。龙树德，你干什么呢？姐姐，我的。静九，你是不是傻？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在帮你解决野男人。你们能不能松手啊？姐姐，你听我说，家丑不可外扬啊。淑德，你放手！拽我！放手啊！放手！放！姐姐，重死了你！你起来！是都散架子了，往后靠一靠。你个骗子，还说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死人，一进宫被人招招手你就过去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助人为乐嘛。打住，你现在可是个太监。你找什么呢？与其放你见异思迁，不如现在就宰了你。你，好冷。你怎么了？你不会是在装可怜吧？我可不吃你这套啊！哎，起来！你怎么了？别行礼了，找几个信得过的人，拿上绳子跟我走，快！莽莽撞撞像什么样子？母妃，这么着急是要干什么去啊？母妃，我把黄杰扔井里去了。这是好事啊！啊？有人知道吗？没有人知道啊。母妃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听到，就是那个姓靳的假冒太监，而且还害黄姐有了身孕，还有了身孕啊！这下可被我抓到小辫子了，皇上这次不能护短了。而且我更还听到，莫非我们还是先去救人吧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假冒太监祸乱后宫，还害宝珠坠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可怜的宝珠。有了身孕还落井受伤，不知腹中胎儿。没事没事，
贵妃娘娘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敬酒，你就别装了。你和宝珠的事情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。您把话说清楚些，什么身孕，什么胎儿啊？无耻小儿，来人，拖出去斩了！哎，父皇，不要！王翦，不要！你还护着他？他是我的人，我当然要护着。你身为公主，竟然……你还和男人私会？但是，宝珠他是一时糊涂。倒是这个敬酒，该杀！不准杀！野男人必须杀，杀他先杀我！宝珠，你闭嘴！王翦。要不要先听我这个野男人说两句啊？说完赐死。其实我和公主清清白白的，我还是个童男。传御医。回禀陛下，验过了，此人阳火旺盛，积酒不泄，确实是纯正的童男。你看，我没骗你们吧？公主是我救的，你们不用太感谢我，随便赏我点什么就行了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你们就这么感谢恩人呢？父皇，他救了我的命。好了，皇姐，今日在锦州，敬酒看我昏迷不醒。有没有人？你别说呀，坚持住，这似乎是寒毒发作的症状。难道她才是小公主？好冷！当日福伯分错了药，我阳气阻滞，那小公主定是寒毒入骨。我们是不是？好冷！好冷！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，只能先试试了。陛下，你父亲是不是叫金巴？是啊。靳家一手创立了饮药，为我皇室立功无数，可护驾不力，害得我女儿寒毒加重。不是吧，我刚救了你女儿，你就要赶尽杀绝啊？陛下，可否留我一命？我定会将功补过的。我的血可以抑制公主的寒毒，我在井下亲试有效。既然你亲自请缨，那么也不用我多费口舌了吧？我不用死了。是你们靳家做下的错事，我让你为我女儿续命，不算过分吧？我本就没有多少时日了，为什么非要搭上靳九的性命？你要真为女儿着想，就放过她。你该不会是找我帮你逃走的吧？我确实是来找你帮忙的，但不是逃走。好多人代替了好多人，好多人忘记了好多人，还是无法与自己和解，还是会念旧。回忆过很久还没生锈，后劲太大也早就受够。你那些多伤人的字句，像一把利剑，一直留在我的胸口。怎么罢休？